I might just hit it through a horse. That's on my head.的时候啊，要注意身体。为什么呢？不是车的问题，因为他们说开这个车好多都是海王，海王哥哥可要注意身体哦。这台吉柏利它是一个14款的一个标准版，14款的标准版，2016年9月份上牌啊，行驶里程的话是一个60000，新车是一个89.8的指导价，目前售价55.6，50。